卡着满满的一杯雪泥冰，佮加上一球的冰淇淋，这冰品只有25块，而且是店内上贵的一项。这样，25块。我们现在我们店里面贩售的有三明治冰饼，一个20块，冰棒一支15块，啊，还有雪泥加冰淇淋一杯25。跟两球冰淇淋也只卖25元了，因为今年油电拢起价，所以物价嘛对咧波动。其中冰甲饮料价小一下，就起真济。每天热天人食冰品，少数民众都爱好花生一下。不过这间有50多年历史的冰店，也是坚持10年前的价小，今年赶快无起价。我们还是维持以前10年前的价格，还是今年原物料那么涨那么多，尤其是乳制品，我们还是坚持不涨价。对，我们联合3家店，就是一次货较多一点，以量制价。因为今年都一直涨价，如果我们跟着涨的话，反而可能就会客人就会买不下手。这强调手工所做的各种冰品，在地方相当的出名。业者王世涵指出，因是继续阿公的理想，做出上实在冰品，让大家来品尝，所以介绍无去品质同款，嘛无偷工减料。从我阿公那个年代延续下来。遵循我阿公的观念，就是赚少少的钱就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好吃的冰，然后在暑假或夏天可以解渴。这都是纯手工下去打浆，然后用上等的纽西兰奶粉，加上逆渗透处理过后的水，然后加以煮沸，然后再经过机器的搅拌，打出绵密 Q 弹的冰淇淋，让它口感呈现最好的状态。加冰、雪泥冰淇淋以及各种口味的冰饼，上少的15块，上贵的25块，就会当让大家食冰消暑，享受一下咯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